用无骨鸡爪来做韩式辣鸡爪，有着意想不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韩式辣酱的配方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记得保存，捏几个饭团备着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泡过冷水的鸡爪会更容易脱骨。如果你男朋友惹你生气了，就让他做这道菜，在他给你剔骨的时候，他就知道错了。摆上盖子，中火炖25分钟。你们来想象一下，不用吐骨头的韩式辣鸡爪，一口一个，那得有多满足啊！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